天天，这是恐怖游戏吗？哇操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坏人一定是你哦，你在里面的哦，你躲在里面对不对？我踹死你！啊！啊！啊！我还金刚腿呢！好，我试着不看影片，直接开机关。看过了，把它点掉。哎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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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还在睡？起来，起来！离开房子，简单嘛，就是直接哭累，哭累。嗯，为什么会先回头？欸，X 可以180度欸。哦，跟各位教一下哦，这很简单。起立，蹲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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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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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你起立你还蹲下？啊？欸，为什么不能开啊？有。直接就有保险丝欸，刚刚我怎么没看到保险丝啊？了解了解。哦，这是另外一个剧情的哈，这有意思，这玩一下。好，我们不要看 A Plus， 我们直接保险丝弄进去。F， 选择，确定。嗯，他怎么没有 Power？ 代表这应该很多个剧情欸。恐怖的音乐来了，告诉你冲了就对了。来，有没有直接冲了？有没有直接冲去那个？欸，不是有个地方有 power 吗？是哪里啊？看这个老人有点健忘了。不同的剧情欸，这样也不错欸，这 idea 还不错。所以有人知道他总共有几个剧情吗？开门。有没有东西？又是子弹。不是，你都给我子弹，都不给我枪的。有隐藏的东西哦。不是，你这样讲我不知道隐藏的东西在哪里啊。快速哦，超快速哦。锁住，跑起来！这是不要猛，对，这其实没有难呢，没有很深入需要摸索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有看有人恐怖啊？恐怖游戏节奏这么好啊？这个钢琴有没有有盖没盖？搞不好又有不同触发的剧情啊！我猜着啦。跑向前跑，好，上去找妈走。哦，跑啦，你家啦，你想吓谁啊？刚你看到这边没有妈走，然后会不会又出现了？推，我靠，姐，抽屉，欸，不能开了，刚有开过这抽屉吗？不知道。好啦，又出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你有刚刚眼睛没看？下去吧你！哦，360度人形专题，这样就有用了吧？哦，不同的器官欸，藏在马桶里面。要装一个东西在马桶里面才有水，哦，是啊，好了解。不同的剧情欸，可不可以过去啊？有这个人就是很奇怪，就是喜欢这样，有没有？不行，看起来是不行。
我可以拿这个电灯吗？这样照明比较清楚一点。不是你让我来这里，你要有东西啊。没东西我要干嘛？抽屉吗？哎，嘎嘎嘎嘎的，莫名其妙都一些奇怪的声音。哎，这边有个门哦，那就是开啦。又是你，推推推推。我踢，可以踢他吗？欸，真的可以踢耶，要跟着我走。欸，有电话电话，求救求救求救，电话一定是坏掉的啦。哎呀，嗯，对啊，你是我嘟嘟嘟就代表可以打啊。哦，不专业呢，嘟嘟嘟又不能打。欸，他的秀死。欸，有东西了，旋转，这什么？我看啊，他们在那家直升机上面看着我吗？哇，我的英文程度还不错哎，倒着看都看得出来。没有，他要写中文啊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可不可以拉近拉远啊？那可以拉近拉远就帅了。哦，有东西了。嗯，刚刚这边有骂到吗？哎，你们都喜欢就忽然间冒出一个刚刚没有的东西耶。刚这里有 model 吗？啊？哎，你们是双胞胎吗？是吗？嗨，你们是双胞胎吗？说话啊！哎，讲话无咧应的啊！无咧应的啊！啊，无咧应的啊！讲话不理人的啦！哎，可以逃出了，谁逃出三天？赶快，脑壳人家好康，无可能的代志啊！哦，它有好几个出口啦，这是其中一个。要钥匙，要钥匙，用踹就开啦，玻璃。哎，这样它好，等于是好像有好几个，又地下室，又天花板的什么的。哎，这什么？我刚不是开了吗？刚不是可以开吗？哎，热水桶是不是可以开啊？我刚没看到有提示符号啊。床附近有东西啊，蹲下来看是不是？哎，老师，哎，一定要这样玩哦。现在是怎样？床附近有东西哦，可以在这边睡个觉吗？我刚明明就有看到东西啊，可是不能点了。哈，那个谁，亚瑟，你可以告诉我是哪边吗？哎，急啊咧，刚明明就哪边啊？床哪边？还是不是这个剧情？有没有可能？是不是别的剧情？没有咧，我真的没看到东西耶。哦，我刚拿了哦。啊靠！我拿太快了，是不是 ？Shit！ 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地下室哦，就可以逃出升天，对不对？走，木木木，又来了。我不是把你推倒了吗？欸，推不动欸。好，直接冲往地下室去了。既然我们有一一当百的观众告诉我们了，我们就直接老跑了。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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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欸，地下室是这里吗？这好像不能过去耶，不是，这不是不能过去吗？这可以过去吗？又有蟑螂咧。好像不是说这个地下室哦，他应该说的不是这个地下室。看一下。哎，欧北人冲，欧北人有哎，
马桶，哦，马桶哦，哎，像牢房那个 是，好走，木木木，我们有阿蛇，阿蛇告诉我们的，是这个吗？就是你啦，走，逃出生天，加速，赶快跑，他一定会追上我们，加快一点，应该就不会被他追到了。不过我就是才想要摸一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游戏就是要探索一下。出来，那应该是猪，应该不是人吧？应该是掉底吧？我听到声音了，不妙！哦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撞你的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踢你的。他为什么按 F 就踢？他妹妹，这是恐怖游戏吗？哇操！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踹尸体！哎，猪啦，应该是猪啦。坏人一定是你哦，你在里面哦，你躲在里面对不对？我踹死你！我还金刚腿呢！你以为你躲在里面，我就不知道你是坏人吗？哎呀，不是、啊，他不是坏人哦。好悲啊，这样给他踹。赶紧啊！谁 ？Oh shit！ 没路可跑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确定 ？Oh shit！ 我知道，这时候就是跑了，跑，向前跑，快跑！你妈的逼！笑啥笑？我踹啦！各种别跑，卖照，后赶来卖照。你老师的，赶快关你来对啊！出来，跑去哪里了？再一转。我出来不是要绕跑，出来是要追杀他的，有没有？这个技师力，哎 ，I have the gun， 哦，你在死啊你，你在死啊你，我已经快挂了，对不对？哎 ，reload。刚没子弹也有意思。哎，这什么？我刚刚看到什么东西？刚那个笑，你可以让他吓死硬哦！你妈妈的，我快死掉了！哎，这边有东西！哎，你可不可以让我好拿一点啊？一定要这个口塞45度角的哦！啊，去顶楼的阳台走，去阳台就可以打逃狙。OK， 话说顶楼是往哪边走？好像是这里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地下室哎，我那个血整个弄成那样，那个就是快挂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改一下好了，血迹弄少一点啊，不然有点挡住我视野。快！你快变身了，赶快逃！出来！你老叔靠我大嘴叫嘞，赶快去顶楼阳台。那个谁说可以逃了？快！欸、不要咳！我快变僵尸了！Oh my god！
快！不是这个钉钉的哦，不是我快变僵尸了，所以我要赶快逃走。叫撑住，hold on。他一定会死掉，我敢保证。我要变成怪物，从地狱里面回来找你，就是你。嗯哼，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在左下方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订阅旁边还有一个铃铛，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我们下次见。